好，我是邓小巧。我自己平时的飲食态度其实当然是以健康为主，就是说多啲蔬菜啦，多啲白肉啦，同埋少一啲健康嘅淀粉嘅。咁通常淀粉我会用一啲藜麦啊嚟代替啦，咁就少食白饭。咁但系其实除咗飲食健康之余咧，咁我其实亦都会食翻一啲平衡翻自己嘅健康嘅心态嘅一啲嘅肥腻嘅食品咧，咁先至可以 keep 住健康咁样落去嘅。如果想睇我嘅訪問嘅話，記得留意 cookin.hk。